这个婚姻立法的，我拍的给领导啊，应该是有任何人能够尝到一些新的艺术作品，用新的语方式来引领广大的观众，不断地提高艺术素质啊，增加他们经历的审美趣味，不是没经验。所以我们也是正在抱着这样的一种责任感，创造一些新的作品，让我们更多的观众来了解艺术家在做什么。第一次合作，我是非常兴奋，非常高兴，然后。